我是 Lucy， 我是薇薇。那么这周呢是母亲节。Yeah. Happy Mother's Day, everyone! And also, if your mom's watching this, give her a big hug.、Oh, 好，那么今天我们来画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孩子。Yes, it's my mommy and me together hugging. 准备好了吗 ？Let's begin. 飘飘飘。好，首先我们要准备马克笔，然后彩笔、彩铅。首先我们来画这个妈妈的脸型，在左边啊。妈妈是你。来，慢一点。How do you get the better head? 先画这个脸型啊。Okay. 对，慢一点。扶过来，好，好，给大家两个耳朵。这边的耳朵呢，我们先不画了，因为得要画小朋友的脸啊。好，我们先画这边妈妈的发型。It's too hard for me to draw without hair, without the head.、Part. 你看这妈妈的这个头发的顶。你 look like this. Your head looks like this. 妈妈的头发是这样中分，对不对 ？Yeah. 好，那么我们这个头型，妈妈的头型画好了，我们现在画小朋友的头型啊，先把它形状定下来。It's me. 对，你看这慢一点啊，画的时候，你看先画他的脸， Oops. 一样先画脸，然后一样的，这因为这边的脸靠近妈咪了，所以呢，只画右边的耳朵啦，来，就右边的耳朵，对了，然后呢，画这个小朋友的发型，啊，小朋友。What do I look like?你就画这样的 I think I'm like this. 一点点中分嘛，这样好吧，画中分了，好，行，那我们这个头顶啊，这样画过来，好，那么然后这个小朋友这个头部啊，待会儿再来弄，好，现在先画妈妈的啊，那么现在我们画妈妈的眼睛，那么这个眼睛呢是偏下一点，在这个耳朵这个位置啊，妈妈的。笑容是非常可爱可亲的。那么先画一个椭圆，不是椭圆，是个月牙的形状。这边右边，月牙的形状，然后留白，你那个眼睛看着我，对不对？看着你自己，对不对？ Yeah. But we haven't done the eyebrows. You'll see why I did this, like eyes when we do the eyebrows. 好，那我这个眼睛画好了，我给它画上一点点睫毛啊，妈咪的睫毛，然后给它画上眉毛，眉毛，然后妈咪的嘴巴笑得好开心，这样，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画妈咪拿着的这束鲜花。那看了、这个脸的位置在这里啊。那么画这里画三朵大花，那么圆圈画这么大左右啊。画一个圆圈。Oh no, we have floating heads.、然后一二三四五。一八七九十十一十三，画五瓣就差不多，六瓣五瓣啊。然后这里画一个圈，画的时候慢一点，你看，一二三四五三六四五，六这边就不用画了，好，那么好，这边再加一朵啊，一二三四六七八九。这样排着，排着就不没有那么自然哦。那么我这里就画三朵，你要画多少朵啊？画四朵对吧？好，可以。那么我们现在呢，就为了让它更自然一点，这里加几片叶子啊。加几片叶子。然后这边呢，加几片叶子，这边也加一点。好，那么
这个叶子就画好了。那么现在呢，我呢要画妈妈的手臂，那妈妈的手臂就在这两边啊、哦，在刚好这个花的两旁哈，这样抱着这朵鲜花啊，嗯，她的手抱着这株鲜花啊，哎，差不多是这样啊。然后呢，这个这是他的手这位置挡住了，花挡住了。那么现在我们画这个下面的位置啊，下面的位置呢，画这束花下来，你看啊，这里，这里下来，嗯，一点点啊，嗯，不用太大，对。然后我们在这里中间画个蝴蝶结，嗯，我那个画出来的位置，我用白色的笔稍微涂抹一下啊。你需要涂抹吗？ Yeah, I need to do a little bit. 嗯。嘟嘟嘟嘟嘟嘟。嗯，这个有点像涂改液的笔，非常好用。如果画错了呢？ Yes. But it's expensive.、啊、嗯，还好啊，就用这个来涂。And also there's gold and silver ones. Those are super cool, guys. You should maybe get one or just check it out on a video. 然后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下面呢，画上那个鲜花的下部分。嘟嘟嘟嘟嘟嘟。It's kind of like you're wearing a skirt. It looks like this is... 好，那么接着呢，我画妈妈的那个身体的部分。妈妈身体部分不用画太长了。哎，画在这个鲜花的后面差不多了，嗯，这样啊，好。那么这个小朋友呢，他很开心哦。然后他这个手啊，手臂我画在这个位置，因为他身体在那一边呢、啊。这边他抱着妈妈的肩膀了，这边你看，这边过来啊，这边过来，过来抱住妈妈的肩膀啊，这个手，对，哎对。然后呢，这个位置你看啊。我在这个位置，你先别画那个眼睛、oh, 这个位置你看是他的，好吧，我们先画眼睛吧，我画左边的眼睛，嗯嗯，右边的眼睛，好，看着他的妈妈在笑，好，然后这个嘴巴笑的比较大一点哦，嗯哼，你那个吐舌头，来，我这里画眉毛啊。好嘛，我画完这个眉毛以后呢，我画他头发这个蝴蝶结。My hair doesn't look like that、嗯。画个蝴蝶结啊，要不然你这个要画蝴蝶结才看得出来是个女孩子，对不对？然后这里画她的头发，嗯，嗯，哦，这样啊。好吧，好吧，那我们的哦耳朵我再加一点点这个，嗯，好，那么呢耳朵就画好了，现在画他的身体，你看这个位置，因为哦你那个位置比较宽呢，那么我这个是比较近一点，那么我这个手啊就扶着他妈妈，哎，这样刚好在这个位置过来，然后这个位置，哎，嗯，然后他这个身体是在这个位置，哎，好，那么这个妈妈的头发啊，我这样画下来，哎， oh, 我这边也是要画下来，哦，其实我这个挡住了小朋友的手，嗯，对，你看这里啊，哎，对，这里画下来，嗯，对对，你那个位置。好，哦，你小朋友手在前面，对不对？好，可以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上颜色吧。
好，那我们就画好啦。Yeah。嗯。那么小朋友们呢，可以画下这样的一幅画来送给你的妈妈。那么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Yes。If you see here, it says Happy Mother's Day. 嗯，对呀、啊，伟伟这个还用了荧光色哦。If you like the video, subscribe and comment down below what we can draw next. Bye bye. See you next time and give thumbs up. Bye bye.